金鳌山在哪里？金鳌山原名大力山，又名太义山，位于福建省泰宁县和建宁县两县境内。金鳌山主峰白石顶海拔1858米，素有秀起东南第一巅之美称。金鳌山景区境内是珍稀野生动植物的良好栖息地和珍贵物种的基因库，森林覆盖率达95%。金鳌山地处中亚热带，四季气温较温和湿润，年均气温17.6摄氏度。金鳌山以奇、绝、秀、优著称，其主要景点有雌雄双瀑、云海、云海栈道、万年石栈群、白石顶、仙人池、龙脊步道等。